嗨，我回来了。今天的 vlog 内容呢，你过敏很严重，他鼻子过敏。vlog 内容就是要做一个姐妹互化妆，因为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我帮她化妆，所以从来没有试过说她给我化妆，所以这是第一次。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 vlog？ 是因为上周看到弟弟跟姐姐做了一个，就比较像是开箱那样子的。然后我想说，因为我本来就 plan 好这周要画一个就是自己的妆容的 vlog， 但是我想说，那因为她宝宝放春假嘛，所以就想说有时间一起做一个化妆影片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其实就是要画一个，有没有你想要画一个什么样的妆？我是给你画我怎么画我自己的妆容。那我给你画，你给我画你觉得适合我的，我给你画我普通我自己上学可能。就你把你画你自己的妆画在我脸上。对，好好好好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先从护肤品开始。好。我先给你擦个化妆水，看看用哪一个。化妆水很保湿，化妆水就是它不是水质，它有点就是凝露状，所以这比较保湿，适合你这种干性肤质。嗯嗯，我决定先擦一个口红，要显得我气色好一点。擦一个，这是我的颜色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129。对，我有看到你拍另外那个这个。我是先拍这个。一个 pump 就够了，我觉得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同时给对方化妆有点困难嘞，好奇怪啊！等一下。我比较快进入轨道。粉底部分应该没有什么困难，因为只要打底。我看有没有这个一直走。你想办法让你的 mistake。 那你也这样。你打得很用力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知道我的诀窍不是往里打，我是有一点点左右左右，对，用左右左右左右。等一下，我看不见你，没来。其实我可以先让你打，因为你的差不多。你想掐死我吗？你看一眼。你打的应该很好，我们整体的部分就这样。我在审视你打的萝卜，你看这里有一点点没有打，就是有点红。这里有，就我不。不然我们这样好，我们不可以看，不可以看我们打。好，不可以看。前面镜子也不看，反正我这只是为了架，不可以弄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好，下一步我想给你做的是一个定妆的部分。我给你定妆，那你想给我干嘛？我想给你画眉吗？我因为我怎么平常怎么画是怎么画？我其实不喜欢打粉底，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会比如说比较正式活动的话，在学校还是会打粉底，但是我喜欢用这种气垫的这种粉扑，就是粉打的比较匀一点，就是我自己喜欢的。OK， 明白。好，然后或者是我会用这种加重在这个部分的。嗯哼，因为我们家都属于过敏，所以黑眼圈会比较重。好，接下来我给你画眼睛的部分，是不是很专业？哇，你看，像那种螺旋的粉丝在帮你画眉毛。哎，我的眉毛很重要哦。放心了，宝宝，你看你这样根本就没有在镜头里。对不起，你不能面对我，你还是要面对前面。那这样我根本看不到你的眉毛。那我这样，好，那你也往那边一点。不然我们眼妆跟眉毛分开来，好不好？这样我们会打架。很难来，很难很难一起画，很难难。那我先帮你画眼睛。好，先帮你眼睛画掉。然后呢，在你帮我画眼睛之后，我帮你画眉毛。嗯哼。然后呢？为什么要翻白眼？我觉得我上次给他化妆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败，就是那次是练习的时候。不是，我那时候很认真想给你画。但时间比较赶，所以不是你的问题。好妹妹，给他画的是一个有点就是偏橘色一点点。我没有画过很橘的妆，都比较不要太重了。算了，我不影响你。你干嘛？因为我觉得有粉的，有脏一些。那你吓到我了。对不起。
就是我不愿意。对，就不可以看，就不可以看，对对对对对。你糟糕吗？不会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干嘛？你一定是那个界限画得很明显了。不是不是，很不错。哎呦，你看你看不见长什么样子，眼影，我觉得这里的假足印。被打了，你可以看一眼吗？我想要多给你加一点。闭眼。哎，我真的觉得画很不错的。对吗？嗯。你觉得呢？有吗？姐在尬笑。看我的眼睛。你看这个画很不错。我不灵哦。有吗？看看他的呢。他弟弟画，因为他这边比较肿，所以他画很多都会像背坑。他很像，就他画太浓，好像不太合适。我今天想要走一个就是睫毛就没有睫毛的风格，就是。睫毛很淡嘞、欸，但我其实通常都不刷睫毛的、哦，我上学都不刷睫毛的，因为呢，我觉得其实刷睫毛不舒服，对对对，睫毛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伤害，所以我觉得能不刷的时候就不刷，我只把它加强。那现在你可以画我的眉毛，虽然我眼睫毛先加强。你有帮别人加过睫毛吗？你可以吗？嗯。哎，骗你的。哎，真是。你自己夹吧，不要，就是要你帮我夹，这样不然怎么算是你帮我完成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嗯，真的夹到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弟弟你太狠了。不是因为我以为我前面你还哭了吗？对啊，好痛哦。你知道我的眉毛平常吗？我其实知道，只是跟我眉形很不一样。那、嗯、你看我眉毛眉形，我们就看到对方的妆了。没关系，我没有很仔细看。3:28 AM Tomorrow 我觉得你蛮适合这个底妆，就淡淡的，还蛮保湿的感觉。嗯。Eventually 怎么有点不好预感？我觉得你的眉毛我更招架不了，就我的眉毛是我自己画的，还可以。Oh my god, sorry, 妹妹，你要不要看一下你自己修改一下？你画的太用，其实还好，你画的太用力了而已。我通常是其实，在学校肯定不会画眼线，还笑，肚子叫我，很很，你有挑战下眼线吗？不是，这个很轻的。好，然后现在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腮红。因为今天是比较橘色系的眼影，所以呢，我也会想要给你画一个比较偏橘色系的。好，嗯，就比较可爱一点。然后我喜欢少一点的鼻尖跟下巴，只说了我想说的话了。特别喜欢这刷子，是因为你看到我们现在这样，然后你直接从这里到这里就这样。像你这个弧度是刚好每个人鼻尖的那个差不多，所以就喜欢这样，是不是很牛的感觉？就是这样。你看，镜头更宽，再多一点。你看现在不像。这样可不太会太多，不会啊！你看我这个镜头怎么看都，来，我也给你对，我给你挑一个口红，嗯，看看，这个是比较偏桃一点，这个比较偏，嗯，豆沙，然后这是深一点的豆沙，就偏红色的，然后这个是有点偏南瓜橘色的那种感觉，那你用这个，这是欧莱雅小钢笔304号色，比较适合我今天妆，对，我你今天都是橘色系 ，OK。好的，对，它是比它是有一点就是亮面的，不是雾面的，明面。对，它是一个比较南瓜色。然后我今天用一个，你想做哪一个？看看，你可以帮我堆叠吗？可以。这是一个这样的颜色，然后再
在插这个310号上。好，这就是我的口红色号，我看你的宝宝。你的是比较南瓜色，然后我的是比较跟我的彩虹亮面的，有点梅紫色的感觉。我两个对叠起来之后，好啦，今天妆容就在这里完成啦。我觉得你这眼线画的还不错，我很少画这样的眼线。因为我自己画的话，我是画那种挑起来的。我就比给你画比较平的，你看。我觉得你的眉毛画的比我好，比我画你还好。感谢我。好啦，今天。的妆容到这里结束了。然后刚刚弟弟擦的南瓜色是304号色，然后我刚擦的呢是302号色叠涂310号色。这个好，那今天的案例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